心新游戏。开始啦嘛。系啦，目的就系夏天咧带俾大家啲欢乐啦，玩下水 game 俾大家睇啦，同埋大家见字玩水开心啲啦。系。咁但系点解系我哋四条友咧？请问。系咯，点解咧？喂，高度好似唔系好 match。乜嘢啊？睇我哋两个，佢哋两个。睇落我先係 super model。好明顯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優點啦，係唔係？你嘅優點係咩？咁就好啦，好明顯啦。例如咧，例如咧，例如咧，即係我有強壯嘅臂彎咯。同玩水有啲咩？冇嘅型啊，勁咯。我勁啊，我。你咩啊？啱啊！我哋拍攝嘅時候個陽縮咗好耐啊嘛，啲暴雨出曬係因為你啊嘛。係因為我。係因為你嘅咩啊？係我陽雨咯。全部都是全女班的，只有一個男仔。請多個男仔來，請他們來。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 好， Andy 高到感，你負責收音的，是不是？你有沒有 Apple Boss 給我？好，沒那麼多，今天會玩幾個遊戲，看看誰贏，贏了就舒舒服服換回乾淨衣服走，輸了那就大懲罰，是不是？玩不玩得先？自信已經遞了道具給我們了，分組道具。今天其實有個規矩的，正所謂很出名的紋身叫什麼？生死有命，富貴由天。我們就抽波波的，但是呢，我們你抽還是我抽先？一人抽兩個，他抽先，我抽他們咯，你抽他們。我跟你不如這樣分開吧，好不好？我想跟你一起，我都想。我們分開來，分開來，今天不行。想抽誰先？其實呢，我就覺得唔係，我哋唔同隊喎。係啊，嗱，我希望係抽到牛妹嘅，咁因為佢運動量比較強，但係又同時間咧，係咧 Winnie 嗰個靈活性係咪進取性啊，同埋我起上嚟，如果佢發爛渣，佢可以贏嗰個機率又勁啲啊。好多無謂，好啊，你抽唔抽中先？我先，我先。係，我都想要你牛妹。受歡迎嘅人係咁。係你就係你啦，先走。哎呀 ，Winnie 啊！我唔會理佢嗰個哎呀，我哎呀係 yes， 為自己，我唔係為你 ，OK， 為自己。得唔到啊你？喂，我哋兩要啲出啊！暫時冇人要啊，我哋我唔承認呢件事，我唔承認。掂啦。Jesse， 我都話噶啦，其實唔優良。因為我哋要你，真唔緊要，我哋啲高嘅一組。OK， 我為你哋嘅高度平均值平均翻少少，平均值平均值平均翻少少。好啦，经过一轮唔公平嘅分组 ，Team A 嘅巨人队有 Sharon、Andy 同牛妹，究竟 Team C 嘅 Winnie、Jesse 加埋我够唔够冚咧？有嘅，哎呀！下 sponsor 先。好啦，嗱，第一个游戏系蒙着眼淋湿你。参赛者需要将头上面嘅水向后传俾队员，最后一棒蒙住眼之余，仲要转三个圈先至再去终点，最后剩翻嘅水量最多为之胜出。好似系，但系细粒嗰个点倒比高嗰个咧？咩啊？咁细粒嗰个一定唔会系第一个啦，系嘛？你咁醒嘅你，我系咁样话你啊！好明，我认证睇完呢个之后咧，你就系蒙眼同埋转圈。我知啦，牛粪嘅应该系咁样啦，系咪？我啲前面。叫边个停啊？唔系叫我哋停。好有默契啊！你哋你想点啊？拧住面，唔可以接触你嘅队友。无论你踎低啲，林心你搞底啦，可以。边个牛郎啊？你哋？喂，牛郎喺边？牛郎喺边？水喺度，水喺度，接住。好啦。继续，继续，转三个圈先。好多啊，其实牛魔女真系噶。停，向前行，向前，继续向前。佢好傻，正常啲。好嘅，好嘅。起码大眼睛望下先。好多水啊，听到啦，啲水声听到。太劲啦，你。好似嗰啲人哋干一饮而尽。喂喂，唔得唔得。我都好
嗱，大家見到有水啊呢度。俾翻兩滴你啦，俾翻兩滴你。点量啊？显微镜都量唔到啦。唔使望啦 ，A 组，一秒都俾唔到你啊！暂时成绩系零啊，睇 C 组表演啦。喺个山场，你嘅前身，倒翻床啦，喺呢度啦。我见错咗啦，系啊，系啦，啱啊 ，Winnie 就呢个太前啦，太前啦，啱啱啱啱，即时可以开开开，啱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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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志尊，好好好，我哋有半杯水，加啲油落去。山水有相逢。Round two。到尾，到尾，地林呢度已经湿紧，到尾滴汗。点啊？哇！你又话好有经验嘅。你个杯垫翻住你个头，唔够高佢咪咬厚啲咯。咬咩事啊？你话好有经验嘅你哋。诶 ，OK 嘅 ，OK。低啲，衰低啲，低啲，直低，直低。倒啊，倒啊，倒。衰有啲，衰有啲，衰有啲 ，OK 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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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一直都沒聲音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要動啊，杯本身是這樣的，不要動啊，咬後，咬後，不是啊，不是對的，我幫你，我幫你，我幫你拆個計，好，拆了個計，不是啊，我覺得計都挺好的，射向右，射向右，右，是啦，是啦，不用這麼低，反而是啦，射時低 ，OK， 我計是這個，先第一彎零啊，我們現在51秒都贏了，沒那麼久的，不用的，其實是對的，好，我們等一下，你就唔可以咁近啊！轉右少少，啱啱講右少少，你係咪杯流啊？杯流啊！杯流啊！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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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唔係，好處好處好處，呢個喂，扭啊扭啊！为了赢 Winnie 使出苦学十年的咏春拳，而其他人就继续用音波功声控和骚扰 Jessie， 事后他应该会出现短暂失聪的状况的。太慢了，聽唔聽到啊？喺你後面，喺你後面。矮得滯啊，仲高翻少少。幾原位啊？你哋都幾原位啊？嗱，跟住慢慢咬後，慢慢咬後。個杯唔係你，慢慢係啊，個杯可以。咬得好好啊！呢個武功彈，哎，好遠啊！呢個。喂。繼續算數。完全因為你哋嗰個高妹隊員係咬唔到腰嘅，原來。哇！到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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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啦，係啦，啱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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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啦係啦。慢慢學。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就係咁啦，就係咁啦。OK。直去，直去，直去。坐坐下撞台啦！停啦，停啦，停啦，撞台啦！掹護低，倒得倒得，慢慢慢，係啦，拜下神先。快啲啦！好啊！位啊，师位啊，师姐只手喺后试水位啊，劲奸咯！无论牛妹同 Andy 点样吹水，都冇办法动摇我哋坚定嘅步伐嘅啦。今 round Team C 嘅成绩系130秒啊，大比数胜出。好啦 ，Game Two 啦！
人啊？咩啊？唔係我冇資格嘅。你仲要做炒咧？你行到咁前講嘢。又矛又渣，你炒埋嚟仲要輸咁樣啊？係咪好似有人話想過早啊？係咪邊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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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家先第一個遊戲啫嘛 ，game 啫，你驚輸唔切咩？嗯，係啊係啊，就俾多個機會你輸。Game two， 遊戲説明第二個遊戲係猜猜濕皇帝。鹹濕幾個名？點樣鹹濕啊？濕皇帝，濕皇帝，每組按照自己分配的先后次序派出组员出赛，以包剪立猜皇帝的方式分出胜负。胜出者可以留在台面上的水进行攻击，输家就留在台面上的挡具进行保护。胜出队员可以继续留任挑战下轮，输家兑换第二位队员上阵，就是该回合的输家胜出队伍为一分。啊，轻松轻松，我反应过。邊點解我對上你啊？嗯、我頭先話咧，話不如女仔對 Andy 啦，佢會温柔啲。佢哋話會啊，咁樣啲幾粗魯啊！我對你就係温柔嘅。好，睇下先，我出包。包剪刀。幾好嘢！幾威出事？你做咩？佢哋冇拖你。都未包剪刀，都未知自己輸。嗱，佢第一下係攞個盤嘅。即係潛意識係想擋嘅，有出邊？睇得出，你最好温柔啲，温柔啲。如果佢温唔到女朋友啊？哇！好大啊！呢個助攪。舉手嚟聽，唔係我就唔忍啦。我就唔忍啦，你包剪執。是啊， Andy 对着女仔真的绝不手软的。兄弟，往后的日子你自己小心了。我爱你。最后一位炸手机。哇。有些人是 fan， 好像你这样分两次半。我不知道。Nope。已经不死了，是吧？他已经挡了。包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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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弹！我以为自己输咗。包剪刀。哇！睇样嘅真系。好，一下。包剪刀。哇！不如你输啊，好唔好啊？我唔想输，你走啦。包剪刀。啊！做乜？冷静啲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我妹成日有嘢，你又成日挡到。我点估？我点管佢连续十铺出剪啫？由于大家嘅反应都非常贴近人类嘅极限，制作组决定增加难度，就系、是、企后一步啦。赢唔到佢啊！经过反复嘅赛后分析，我好肯定我输嘅系包剪揼嘅技术，而唔系反应咯。嗯？我唔可以反击。round 啱啱嗰輸咩咧？係輸我哋有，係輸太有自信啦，有道德啊！我哋對人有人可以俾道德，喂，點解而家啲人咁唔知醜啊？輸包剪揼關道德咩事？對敵人仁慈即係咩啊？對自己殘忍啊！我唔好，包子係唔會仁慈，要佢自己接翻。我哋而家一比一啦喎，咁。我哋计细分噶嘛？玩埋第三个 game 咯，睇下点咯。呢、這个 game 我觉得你一定冇学，因为咧呢、這个 game 系考智商嘅。你冇啊？你冇啊？我明噶。我哋就系太多啦。
好，第三個遊戲騷擾大電視，每組呢就是限時三分鐘，一位隊員負責做動作提示，但不可以提題目裏面的字啊。另外兩位隊員咧就負責估答案，答中咧就可以獲得一分啊。咁點樣騷擾法呢，就是咧喺你哋估嗰陣，另外一隊咧就可以係咁潑你哋水，潑到你哋講唔到嘢都仲得。咁但係咧，仲有一個 tricky 位就係咧，估嗰隊嘅題目咧係由對面嗰隊出嘅。OK， 咁你死緊啦你哋。我哋估嗰陣，你哋要喺凳上面噶，唔可以落。我覺得我哋唔可以落地嘅，潑水嘅時候。係啊。OK OK。Ready Go。第一個字落下雨。係啦，跟住你先嘅字。冇嘢啦，下一个。啊，周星驰。三个字，你抽嘅相反系咩啊？咩？系啦。背韵字。六个字。六个字。好出名，会喊晒嘅咧。我过喺电影啊。第一个字。你份人好憎嘅，调翻转咩啊？如果愛，我嘅三排咩啊？有，系啦，假如我有一天，假如我有咩啊？有一天啊！假如我有係跟住係上，如果有一天。C K 嗰队咧系估到四题，所以有四分嘅。四题咋？咁但系 C 嗰边咧就只系估中两题，但系总成绩系 Andy 嗰边赢嘅，有十分。你哋系有十一分。咁你头先第二弯输得太多，冇输过咁滞。有咩法？有咩法？愿玩当然要服输啦，不过冇谂到制作组又要人戴口罩，又排排坐，搞到挟持人质咁啦。而最最最最冇人性嘅系咩啊？今次惩罚佢哋玩淋冰水啊！啊！拣一个，拣自己最唔中意嗰个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今天玩了整天，雖然淋到濕了，但也開心的。我們接下來其實
年都會拍十二集唔同主題嘅嘢啦，所以大家咧記住咧多多支持我哋啦。咁我咧而家係爭一樣嘢啫，就係嗰啲工作人員未濕啊嘛。係啊，大家就嚟點啦，大家。不過濕之前我都係決定覆咗佢。Porque la única